这是哪边的行程比较好玩啊？当然，科公馆还是德旺山庄。那我太拍完那个尖罐头，我就可以跑了，对不对？还有高雄市还有比较适合他们的半天的行程，好像我们去观光工厂啊。Thank you.
是。没有关系。不会不会，拜拜，科工馆了。科工馆。好，再过去啊。啊，你不是要去采番茄，让你比较好、啊。没有，先去，再回来捐罐头，再去采番茄、啊，拜拜。没